我在调查一起失踪案，现在目前手上唯一的线索是一个昏迷的女孩。我很多年前听过北区大学一个教授好像发明了一种机器，可以让人跟人之间进行意识交流。连线之后会怎么样？你是活在他的梦境里，能体会他的情绪跟感受。我永远不会用它，因为它杀过人。 这是一场梦境的意外。那是失踪的人，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受害者。还是说有人在他脑子里搞鬼？探梦程序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。 这里可能有我想找的答案。他们有可能造成我的技术，你们当警察的就有必要把他们抓。你没资格命令我。到底在我脑里动了多少手脚？你追求的科学代价太大。这是个梦，你快醒醒啊！ Dream Raider premieres Sunday, August 16th, 9 p.m. on HBO.